花莲市立殡仪馆为了符合现代化管理，并满足民众需求，花莲市公所在去年争取到花莲县府198万元的经费补助，办理殡葬管理系统升级计划，建置全新的殡葬设施查询系统、感应卡片登记系统、触控查询、规费试算、网络公祭等功能，提供民众更透明、完整而便捷的服务。花莲市公所在去年争取到花莲县政府198万元经费补助，办理殡葬管理系统升级计划，建置全新的殡葬设施查询系统，一甩过去看似不透明又繁杂的作业程序，民众现在只要透过市公所网站或是以手机连接殡葬管理系统，就能了解各项业务的作业流程，不仅能线上试算规费，还提供网络公祭的服务。那我们把这一次的一个殡葬设施用在资讯一化的部分，那是继台北、新北还有桃园之后第四个城市用这样子一个一化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线上可以试算，比如说是一个家属要用到的一个规费的部分，那也都可以在这边透明化。那很多的一个大家查询，如果说有一些往生者的一个在哪一厅的部分，也可以在线上查询。那最重要的是整个资讯都已经在手机上、电脑上都可以查到。那我们未来也会持续的把殡葬所的一些设施持续一化，那也向我们比较大的一个城市来做相关的学习。一化升级后，除了提供民众更透明、完整而便捷的服务，在管理方面，殡葬所也能对业者实施更有效的管理。那识别卡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只要来刷卡，我们就可以马上知道这家业者是不是现在的合法的业者，那避免以前有曾经发生过业者有冒用其他业者的身份进来办入馆登记。殡葬所长陈伯兴也表示，殡葬业务流程标准化、作业资讯化、资讯透明化是殡葬业务现代化的核心。花莲市公所秉持尊重逝者、体恤生者的精神，以民众需求为导向，不断改善软硬体，提供完善的设施，期盼能发挥最大的服务效能。记者徐立勤，花莲市报道。